面小心，后退，前一点。我大哥的啊，没问题，没问题，再见，再见，再见。呀，美女，很棒，很棒。还有。我们只能用经验来讲，因为那一段1.8K 到 2.2K 那边是在我父亲跟我爷爷曾经讲过，60几年前就有大塌方过一次了，对，那再往前后方的 2.5K 那边曾经在50年前也塌方过一次，都是据我们族人的来讲说那边都是具有危险的地方，然后都是据我们老人家的经验，然后根据我看到那边的话，大概就是因为离步道下去也大概也快埋的话，也是大概有2层楼高，对，然后对6公尺左右，所以说搜救犬或者是人其实都会很辛苦的去进行搜救了，所以这一块大家我们只能尽一份努力跟尽我们的心，然后希望所有不管在观众前面，观众就是我们在看得到摄影前面的，就一起为我们在这边的人一起祈祷。然后为我们的警消单位跟义消单位，还有所有消防人员，为他们支持加油。今天狗鱼在，就是只能讲说2.2K 那个位置了，只能这样了。就是我们不敢保证，对，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只敢讲说，我们所有的警消单位跟义消单位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人民服务。有收到说在临安桥疑似有遗体在那边了，然后就。就是最快收到消息之后就通到底下去，然后接近遗体的时候，因为我看了很久，然后确认再三确认了，因为那个是台湾猕猴，对，台湾猕猴猴子，对，不是尸体，对，然后确认完之后回报给我们的队长啊，然后确认消息就这样子，对。哎，是的，一开始空白机拍到，然后接下来就是公务段的人在施工的时候，然后有发现到说有移位的味道，然后就他们说有很像有衣服，因为它黑掉了，动物黑掉的那个皮肤，然后于是我就看从上面看是像类似像黑色的衣服，然后下去的时候接近到那个动物的遗体的时候，就看到说啊那是动物了，不是确定，所以再三确认那个不是人，对，谢谢。好，我们今天有6名义消跟8位警消，我们还有一只搜救犬，我们一样会到2.2K 的第二大崩壁去持续的搜索，然后待会家属会来给我们另外的情资，也会请我们再到现场他们所希望的地方，我们一并也会进行搜索，是。有希望是要着重在哪个地方去搜索？因为现在2.2崩壁的话，有一个大崩壁，一个小崩壁，然后我们目前之前也有同仁有闻到味道，但是也是一阵一阵哦，所以也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没有办法很详细的确定，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带犬只，然后再多名的人力再去。全面的搜索。今天搜救重点就是在昨天说的这1.8到2.2公尺。是的，因为它那个范围，长度大概200米，所以那个大小落石哦，还有一些岩石，所以要去整片的搜索是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派了比较多人，看可不可以分，就分两组来去全面的搜索。是。那像这个部分呢，它之所以能搜索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怎么样？因为崩壁那边全部都是大岩石，整个堆叠在一起哦，所以要整个搜索也很不容易啊，所以有比较多人的话，可以大家互相帮忙哦，有些地方可能要爬绳子啊，有些要直接跳过去，哎，然后当然有犬只的话是会更好，帮我们一起来做搜寻。那刚刚有提到大石头的部分，是不是说这边其实比0.5公里处搜寻起来更有难度？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因为0.5K 的话，我们大型机具是可以到的。我们那时候就是用挖掘机整个把大的石头帮我们移开，然后再用人力的挖掘。但是在2.2K 处是没有办法，大型挖掘机没有办法到达，所以完全都是要人力来做协助来工作，所以是
难度是非常高的。副大，你慢慢走过来，大哥先后退。好。哦哟，这木头很重，这里很重。刚刚三十只的螃蟹，越多。有苍蝇，有苍蝇。对啊，像在飞。有。在那就手那边有一个。有。大石头那边有一只。有看到。这里味道很重，苍蝇很多只。有。哇，这边在崩壁旁边呢。这个开挖难度非常高啊。有，位置知道了。那在那不走啊，石头那边有一只。那个大石头前面靠我这边。有。marking 一下。哎，我怎么拿这边？这边没有，你直接在石头这里好了。这个好了，这个石头。这一颗大哥的。哎呀，你写个 V 啊。有可能，这个的下面有可能。对。蛮重的。你写个 V。哦，真的蛮重的。OK， 我先要的。哎呀，我先要的。啊，小心小心，我先小心。我打蓝色的。OK。带错了。OK， 你拿这个给我。那你在这边飞啊？对。那你分那个之后，它都飞出来了。你好，小朋友。什么？我跟你玩哦。对。我刚刚那边有苍蝇。哎，对了，刚刚那边有苍蝇，但那个不是那一季大的。就是这边是又再挖下去才有苍蝇。对。我们早上就是把我们之前收过的V1 V2 的大体把它接送回来，然后我们在用大型机具在挖掘的时候然后人员打包出来的时候，后面就发现了第三具的跟第四具也就是 V4 V5 的大体也一起出现然后我们也迅速把它整理，然后把它打包把它带回来，然后后来在经过挖掘机的挖掘，然后我们的 Wilson那搜救犬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最后一位是确定是小朋友我们就把他发现了，然后刚刚才完成这个把他带回来这个任务，所以今天那边已经有五位失联民众，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是，那这五位小朋友身上有什么可以辨识的身份或者有带着小朋友的话因为他本身体积就比较小，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小朋友了，应该是照片中最小，就是尤佳最小的妹妹那一位，是。所以第五具发现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跟那个原本的V1、V2， 还有他们 V4 跟 V5， 另外四具大体也是在附近而已。那